然后最后第65题，他说就制造某个东西，那 X 它是指某个东西的长度啊，它制作了 X 公里，那它所需要的花费是用这个大 T of X 的 cost function 来表示。好，那它的 marginal function 的意思是它做了 X 公尺之后的下一段，它所需要的平均花费就是用 C prime 来表示。你可以想象那个，就是物品跟金钱的那一个图形，你去取它的那个点的瞬间斜率，就是制作了 X 个东西之后，它的下一个它所需要的瞬间花费就是它的 marginal cost，这样可以吗？然后它题目是给你它的 marginal function 长这个样子，然后它问说，制作了4000公尺，然后制作2000公尺。到制作4000公尺，它需要额外多支出多少钱？也就是他在问，C 4000减掉 C 2000，这样题目有没有问题？应该都清楚吧。主要是这个 marginal function，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中文是边际值，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反正瞬间还要多花多少钱才可以制作下一个物品。那因为 marginal function 是 cost function 取以次为分嘛，所以C 4000减掉 C 2000，它其实就是你对 marginal function 取积分，然后积分的那个范围从2000到4000。这样有问题吗？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只剩计算了，最后是58000。它在5.5，第三题这个不定积分要怎么做？然后它
一开始的前面几集的习题都有提示你说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然后而且是哪一项来做取代。他说你可以令根号里面这一个 x 三次方加一，令它等于 u。然后你两边取微分，底 u 就是三倍的 x 平方 dx。好，那 x 平方 dx 就在这里就会出现了，所以三分之一的底 u 会是x 平方 dx， 你就把这个东西还有 u 等于 x 三次方加一，把它带到这个积分，所以代换之后，它会变成根号 u 乘上三分之一的 du。特征有问题吗？那接下来就对这个取积分就可以了。这 u 的二分之一次方，所以为积分前是，那为微分前是 u 的二分之三次方。好，乘了二分之三变成三分之一，所以原本是有九分之二。这样可以吗？你也可以用那个课本给的那个公式啊，就是把它写成导数的样子，三分之一保留 u 的二分之三，这里乘上次方的导数，这样这里就会抵消，然后前面的系数还留着。这样可能会比较好懂一点。那记得最后要加上常数系，你把积分符号拿掉，就要补上常数系。好，那最后再把 u 换回 x， 九分之二倍的 x 三次方加一，二分之三次方。那接下来看第二十一题，这个分数去取积分。好，那这应该很难看出来，可以直接积啊。那你就要用代换法。那要把哪个式子代换成 u， 你就要去做选择。通常是选那个看起来比较复杂，但是你又不能选的太复杂。比如说你选的，你如果令u 等于，比如说你令 u 等于，看起来最复杂就是 cosine 根号 t 的，然后你发现 du 会是负 sin 根号 t 再乘上根号 t 的全部，
那你原本的函数里面没有 sin， 你又多跑了一个 sin 出来，这样你就没完没了，就一直一直就在取代来取代去而已。这样可以吗？因为你不能选的太复杂，复杂到你做一次微分之后，你会跑出一些不该出现的项。你跑出来的项必须要在原本的函数里面已经有的那一项才可以跑出来。像你这边跑出了 sin， 原本是没有的，那你会把本来的题目就 cos 把它换成 sin 而已，然后还是一样没办法做。所以这个方式就不行。所以零，你就退而求其次去找，如果我把根号 t 改成 u 的话，看会不会比较好做。两边微分 du 会是二根号 t 分之一。好，那根号 t 在分母会刚好跟这里一起取代掉，就根号 t 分之一乘上底 t 就刚好在这边。所以圈起来那一部分就会等于两倍的 du。这样可以吗？所以原本的式子它就会等于 cos 根号 t 换成 cos u， 然后根号 t 分之底 t 换成两倍底 u， 所以它是两倍的 cos u。那这个就比较好记，就是两倍 sin u 再加常数 c。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 u 换回 x， 那换回题目给的参数，两倍 sin 根号 t 加 c。